吃米饭，好大家好康。我们感谢哈，我们黑米人协会哈，那特别在我们重要节日的前夕哈，来慰劳我们同仁辛劳，哦啊，致赠我们哦，算是哦地方上的特产哦，就是我们的黑米系列的产品啊。那我们特别感谢哈，我们刘小姐哈，特别慰劳我们同仁的辛劳，也感谢她。谢谢，大家非常的欢喜哦，有这个姻缘吼，来跟咱这个吼北港分局吼，咱的分局长吼领导之下吼，我们所有的警察大人非常的辛苦，给我一个机会吼，我来吼赞助这个吼乌米汤，就是讲在咱这个婚礼的特产吼，乌米有花青素吼，然后我农民的苦心，我把它制作的爱心吼。推广出去哈，让大家吃得安心又健康哈。假币胖喝康哥喝贵你，感谢大家，祝福各位我们警察大人哈，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谢谢。拿起来吃对，哎，我再见，你这样子吃对，好，我先吃啊，先吃，哈哈哈哈哈，吃好吃，他看我喜欢口味，嗯，感觉有什么口味？很香，米的味道很香。它五花有味道。嗯，有。那个黑米香哈，咱分林这个农民哈，这个牺牲的那个辛苦，哦，那我们用小爱心。送出去能够知道我们农民的苦心哈，也有吃的健康，然后我们北港的麻油哈，本土的麻油哦，吃得健康，吃得如意哈，吃得安心哈，农民付出的艰苦哈，大家唔叫这个忌惮哈，嘛感谢咱哈北港分局，咱的分局长领导之下哈，会当予咱这警察大人哈，大家拢好为咱的农民，为咱的百姓服务，非常的感恩，谢谢，大家拢好过年。谢谢。